这个的名字？杂粮天明。杂粮天明。国家去卖什么？嗯，没有，没有，孟加拉国是吧？孟加拉国，对。这个一点，这个一点。哦，好好。这个好吃。对，好吃是吧？对。这个也有这个很多。这个的名字？榨菜。榨菜。萝卜丁。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。可以。这个一点甜。哎，甜甜的。嗯。甜甜的。还有一个。辣椒一点，一点辣椒，还有一点，可以。谢谢。这个的名字，这个。下面那一个，第二个。二个，这个。哦，好好。家庭电器。我们这个年轻小孩是家庭电器，一个6RMB。and 一个我们库里摸着，一个摸的，我们带带看了，一个是电器，再不然就是，给出 Chinese vegetable， then coriander's， 这个来电器。And it's like a crisp diet, and it's really, really yummy. And halal, let's go. Because I'm going to eat the meat, so I'm going to eat Chinese food. I'm going to have a problem. So let's have it.